今年日通通发展今年是盘体十二个类参数的天数如从新高，其中日通从作的部分是数到了日报33铺，全推高体的小学生的作品总共是入30铺业度结线，其中类似下家中苗栗的年轻国小老土人的新人国小也都入业度结线，年体包含的彩体文化建通环境关怀、老生态保护，展现小学生当地的观察力，含入跨两位学习的成果。透过在天堂发出的声，呈现天气东度的多数为海鲜啊环境的情景。小朋友利用剪纸片叠的方式来表现，同发黑苗栗县人国小界小学生做出来的。突然平静过小的小朋友是利用眼奶制作童话，透过小拍镜的视角探讨人际关系的互动，韩国会用生态环境。我们就是那个利用把里面放人，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大家丢垃圾，然后这样子对海洋很不好。两个村庄东神区，内门用好高没用的东西，动子念。有挖土的，有用剪纸的，嘿，还有录音。记得我有一团动有气味的，就是锯树的声音。每个小朋友七家用舌头安尼震动，然后自己配音这样子。小朋友利用下课韩国动作协控的时间，用心制作出来的童话，刘红作品都拿到了一心奖，得到新年儿童童话奖的肯定。主办单位每年会推广童话，做在本身年跨两倍学习，同时没做到十二年国教课共读的词不服从韩国强迫的精神。其实是让孩子一起合作，然后落实了课纲里面的讲的，就是说他们要共好的那种精神。然后也使动画教育能够向下，影视教育能够向下扎根，而且因为这个动画其实是需要多元的能力，也是一个跨领域非常好的学习途径。参加合作韩国学习，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，了解儿童参赛作品，还看得出两下高度气势，重视彩体文化认同，韩国传承，环境关怀，老生态保育了掉。透过作品，每看得到成人丰富的想象力。下个新闻，你白云千日台北报道。